英国凯特王妃接受腹部手术将近两个月后，星期天终于第一次发布公众讯息，感谢大家的祝福和支持，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因为星期天是英国的母亲节。凯特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，感谢大家过去两个月对她的善意和支持，还晒出了和三个孩子的合照，并且表明照片是由她的丈夫，也就是王储威廉王子所拍摄。42岁的凯特在照片中微笑着，看起来很健康。肯辛顿宫官员表示，这张照片是这个星期在温莎拍摄的。凯特一月住院后就没有公开露面，社交媒体近期流传着各种有关她健康状况的谣言和猜测。王妃的办公室表明，在她的康复路上只会发布重大讯息。